太太有财务上的纠纷吗？高雄母女双尸命案的父亲事发后首度在媒体镜头前现身，紧皱眉头，表情凝重，一夜间似乎苍老很多。一次失去两个最亲的家人，他在亲友的陪同下来到殡仪馆，全程不发一语。只是这起案情疑点重重，同住屋檐下的父亲为何过了两天才发现母女双尸？夫妻俩在17日吵架，妻子说要和女儿睡，便将自己与女儿反锁在房间。警方初步研判母女俩的死亡时间是在19日的清晨，不过20号一早爸爸就开车跟老板前往土城，直到新竹才接到学校通报说女儿两天没有来上课，老师很担心，想到家里探视，但父亲却回说你们不用来，还说要找锁匠开门。当时老师就觉得有异状。哇，看这表情的氛围，我想讲啊，伊足急促的，我就直接给破坏啊。门啊开开，伊看到当场伊就大哭出来。没有自家房门钥匙，锁匠当下也觉得很奇怪。只是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，就算和妻子为了钱争吵，两三天没有看到母女俩，父亲为何都没有任何动作？他的父亲和这个女儿的感情算是不错的。父亲的部分目前是被害人的家属的身份，还是要配合相关的解剖的事证啊。警方目前没有发现父亲可能涉案的线索，他仍是被害人家属，夫妻争吵变成凶杀案件，任谁都不乐见。记者高雄综合报道。